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128面，倒数第二行。从调众生宣妙理看起啊，我们把这个文念一段啊。调众生宣妙理，调者何也？众生者，一切有情也；宣者，事也。妙理者，实相之理体，亦即《法华经》佛智之见也。开佛之见，是佛之见，乃宣妙理也。我们看这一段啊。这一段呢，都是属于普贤殊胜的行门。前面一段呢，跟我们讲破迷开悟，这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迷而不觉，诸佛菩萨虽然慈悲也，也帮不上忙啊！所以把破迷开悟啊放在前面，然后再教导我们怎样离苦得乐。经教上面这种顺序的排列，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所以，让我们想起大乘教里常说：“佛度有缘人。”什么是有缘人？他能信、能解、能行、能证，这是有缘人。有缘人第一个条件就是他有智慧，他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没有这个条件做不到啊！没有这个条件呢，佛出现了，菩萨出现了，他不相信啊。佛菩萨为他示现，为他演说，他听不懂，这真叫无缘呐！所以，诸佛菩萨再慈悲都加不上。那么，具足前面的条件啊，觉而不迷了。这接下来呀，今天的经文，悲之了苦啊！菩萨帮助我们离苦得乐啊！第一个大悲心呐，慈悲心在推动啊，这个慈悲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是信德啊！只要见性，自自然然就流出来，这种慈悲没有条件的啊。所以经上常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慈是帮助人得乐，悲是帮助人离苦啊，都没有条件。
啊，无缘就是无条件。啊，应该是这种做法，像父母对待儿女，啊，那种爱护没有条件的。诸佛菩萨明心见性之后，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啊，一体当然就没有条件可说了，啊，所以称为同体大悲嘛，啊，那么他说的话，我们能信、能解、能行，啊，就调众生，啊，调和。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也把这个字看得很重，何为贵呀？一切众生在这一块大地啊，这个地球上共同生活，如果不和，那就是灾难，天灾人祸都来了。啊，化解这些灾难，最上的妙诀就是和。是和为贵呀，人和战争就没有了，就人祸就没有了。人要是和，山河大地、树木花草都和，自然灾害就没有了。啊，要是不和啊，什么麻烦都出来了。啊，所以调和啊。啊，众生这个地方讲的是一切有情众生。一切有情众生里面，啊，这个众生里头，有情最重要。啊，为什么呢？有情能产生变化，无情的众生是跟着起变化，他不会主动，啊，他不能主动。他是跟着有情众生，有情众生心态善良啊，无情的众生跟着也善良啊。有情众生，我们现在讲的是动物，动物里面人最灵。啊，人之所以异于这一切动物的，啊，人能够明理，明白道理，人懂得随顺大自然的规律去生活，啊，这是人呐。随顺自然规律，就是随顺法性。这是善良的。那我们看到，真正觉悟的人，是哪些人呢？生在一真法界里面的人，个个都觉悟了，不是普通的觉悟，啊，是大乘教里面所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是这样的人啊。
所以他们才是标准的和谐。啊，为什么呢？没有自己，我执破掉了。啊，像《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们在这个境界里头，不但离开这一切幻象，不再执着了，不分别了，连念头都没有了。啊，《金刚经》的后半部说，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那个见是念头，啊，念头都没有了，当然是一片和谐。我们中国人讲啊，一团和气，啊，在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图里面看到了。十报图在哪里呢？一乘教里头，佛给我们讲真话，就在当下了，就在此地。我们地球上的居民一旦觉悟了，念头一转，这个地方就是十报庄严土，这个地方就是一真法界。啊，为什么？原理原则多次跟我们宣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我们的思想歪了，思想错了，那就一片灾难就现前了。啊，思想要善良，思想要纯正，这一切灾难就没有了。啊，所以灾难不是真的。啊，诸佛菩萨眼睛当中啊，那是幻虚幻的，不是实在的。啊，就说明和的重要。啊，因此我们现在是凡夫，学佛是起步。啊，从哪里学起呢？从和学起。啊，别人跟我不和，我们要跟他和睦，这个才是解决问题之道啊！啊，别人跟我不和，我要跟他对抗，这个问题就严重。啊，这戒冤仇啊，冤仇戒下之后，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那真叫苦不堪言啊，痛苦不是一方啊，双方都痛苦，那又何必呢？啊，我们能忍一忍，双方都得好处。啊，我也无烦恼啊，你也没有灾害啊。啊，真的叫双赢呢。啊，所以古圣先贤、诸佛菩萨了教导我们，不能跟人冲突。处处要学忍让，啊，古人告诉我们呢，吃亏是福啊，吃亏的人没错啊，
吃亏的人不吃亏呀，占便宜的人有灾难呐，他真的没有占到便宜呀，吃亏的人真占到便宜了，这个道理很深呐。佛在经上常常提示我们，教导我们，处处忍，处处让，不要跟人争。海阔天空，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自在，为什么不肯让呢？他要这个地球，怎么就让开吗？就让他吗？这宇宙当中星球太多了，找一个比地球更舒适的地方去住，肯定有。为什么？因为你让。让是信德了，与信德相应啊。你去处越去越好。真的来的不是好事情。纵然他完全得到了，他后头不是生病就是灾难。日子还是不好过啊。古圣先贤佛菩萨教给我们正道，我们不能不感恩呐。不可以不依教奉行呐。宣是事，宣是宣扬。用什么方法宣扬呢？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我们要能学会呀。我这一生，很多同学跟着我，看到我的，我让了三次，在台湾我们有个小道场，不大，有人想要送给他，我们到新加坡，在美国也有道场。也有人要送他吗？想要都给他。在新加坡住了三年。各地同修帮助我们。买下一栋公寓房子。大概1000多万呢。有人希望我们离开新加坡，我们就离开了。都赠送了，欢欢喜喜。我们移民到澳洲，到澳洲快快乐乐。澳洲的土地很便宜，土地不值钱的，澳洲人太少了，土地太大了，我们越让越舒适，越让越自在，越让越快乐。老祖宗佛菩萨教我们忍让啊，这个里头有无穷的乐趣在里头啊，没人知道啊。你能依教奉行，你就能尝到啊。
能够让，才能跟一切众生和睦相处。你不能让，那个和睦是假的，那不是真的。一定要能够忍让。初学的时候，多少还有一点情执，要忍。真正让过几次了，那就不是忍让了，是乐让，让得很快乐。别人占有了呢，占有了我们还感恩。为什么感恩呢？自己能让，境界提升了。德行提升了，智慧也增长了。怎么能不感恩呢？同时要想具有的人，他在那里给我们做实现，实现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正面的我们要顶礼，要恭敬供养。他具有这个这些财物，弘法利生呐，比我做得更好啊！我怎么能不让呢？这让有大德了。如果是负面，他不是做弘法利生，他是去搞名闻利养的，他演出业因果报给我们看，我们也要感恩。就像他在演戏，负面的演得很逼真呢。他的不善的这个业行，后面是地狱恶鬼畜生的果报。这个对于我们，对于一切社会大众，这是什么？上课啊，上了一堂因果报应的课程，细心观察明白了，会把我们内心一切不善的念头止住了，不敢做了。就像当年佛陀在世，提婆大多所表演的，都是菩萨了，都是大善之士啊。他从负面表演给我们看。释迦牟尼佛是从正面表演给我们看。我们能说提婆大多不是佛菩萨吗？所以把事理看透了，得到一个结论，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一切善恶业因果报都在我们自己一念之间，我们的心行正，没有一样不正。妖魔鬼怪在我面前表现的都是正法，如果我们心里头邪，
十方诸佛如来所表现的也写了。这叫什么？这叫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自己的意念主宰了一切。啊，正是偶耶大师所说的，净缘无好丑，净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里头都没有绝对的是非邪正，没有，是非邪正是自己的念头，自己念头正，没有一样不正，邪也是正，自己念头不正，正也变成邪，这个道理要懂啊。明了之后自己才知道啊，从修因到正果完全要自己负责任啊，与别人不相干啊。啊，这是佛菩萨悲之了苦的大根大本啊，我们通过这个教学真正体会到，你才能真正的离苦得乐了啊，永远离苦啊，永远得乐了，什么环境里面你都快乐，你都自在，这就叫妙理。这个理不能不懂啊，妙理是什么呢？实相之离体，就是自信呐。啊，自信里面，真实的智慧，真实的德行。啊，也就是《法华经》上所讲的佛之知见。啊，佛之知见，我们中国人老祖宗所讲的自信本善，跟佛之之间是同一桩事情啊，同一个境界啊，三字经上念的人之初性本善啊，啊，这个要知道啊。真的认识了，真的参透了，对于世间造作无逆失恶的人，你都不会去责备他，你知道他为什么会做这些坏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在那里演戏啊，在这个舞台上他是演丑角，他是演反派，演得非常之好，一流演员，演正派的像释迦牟尼佛、孔子、孟子，一流演员，演反派的也是一流演员，你会这样去看法了，你心底非常平静，不起波浪啊！啊，从正面从反面通通得利啊，没有反面怎么能衬托正面的善，没有正面的善怎么能衬托出反面的恶，啊，就是这个道理嘛。六道轮回十法界在舞台上浓缩，哎，几分钟表演出来给你看。啊，你在这里开悟了，
你就晓得怎样去修行了。啊，怎样去自度度他？啊，自己如何离苦得乐？如何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佛之之见，这是理，妙理。啊，开佛之见，是佛之见，这就是宣扬这个意思，宣这个字的意思。啊，乃宣妙理也。啊，把这些奥妙深奥的道理表演出来，啊，释迦牟尼佛做出来给我们看，释迦族遇到一次非常惨痛的灾难，琉璃王带着军队消灭释迦族，啊，释迦牟尼佛那一族啊，在这个战争当中啊，国家被消灭了。释迦牟尼佛知不知道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佛有没有方法去救这场灾难？他没有办法。这个说明了经教里面所讲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把这一句话做出来给我们看。啊，佛有能力，有智慧，有能力，有神通。啊，可是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啊。啊，心的念力不可思议，这三个力量是相等的。琉璃王灭释迦族，释迦牟尼佛要像我们这样一样的程度，好办呢。啊，发动16大国王。组织一个联军去救释迦族，行不行？行。16大国王都是释迦牟尼佛的皈依弟子。啊，佛要要求他们组织联军，轻而易举的。那大家都会听话了。啊，佛不这么做法。啊，什么原因呢？佛知道这一场灾难的缘由，它是冤冤相报啊！这一事阻止了，将来还有更惨重的啊！应当让他报了，报了就没事了。啊，这一场灾难起源是什么？起源是，那是多生多劫之前，不是这一生的，过去生中造的业因。啊，释迦这一族，啊，住在海边是打鱼的，啊，渔民。
啊，这个村里面养鱼的一个池塘啊，有一天他们这个族长啊下了个命令，叫村里面的人把这个池塘的水通通放光，池塘里面的鱼一网打尽了。那个池里头有两种鱼，鱼也有国王，他们有他们的组织，这个两个鱼王啊，感到这个村庄的人太可恶了，啊，把我们杀尽，一个都不留，怨恨在心呢，啊，一定要报复。这一生他们渡到人道来了啊，捕鱼的这个村人就变成就是释迦族，那个被杀的那个池塘的鱼就是琉璃王那一族，他是来报仇的，过去你灭他的族啊，人家现在也来消灭你啊，冤冤相报，没有办法免除这个灾难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了，只有流眼泪不说一句话，劝大家逃难啊，能够逃的尽量往外逃啊，没有能力抵抗啊，逃了一部分出去啊，他们逃到西藏啊，因为那是翻越喜马拉雅山，那边就是西藏啊，一部分人逃到那边去了，就释迦族啊，释迦这一族总是听家里人说话嘛，劝告嘛，就逃到后藏，逃到后藏之后，在后藏啊就定居了啊，没有再回去了啊，就释迦牟尼佛的家族后人在中国的后藏。这个故事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给我们表演冤冤相报啊，这个怨恨不能够化解，生生世世都会有报复啊。释迦牟尼佛做出的方式就是忍让啊，你要我们的国家，要这块土地给你，我们撤走逃走，一部分人不肯走的都被他杀了定业不能转了，所以杀业就太可怕了，杀人要偿命啊，杀这些动物还是要偿命啊，这个动物来生它的业报罪报受完了，它又到人间来了啊，这是佛法里面讲的一切有情众生呢，都是不死的啊，死是身体，换个身体而已，灵魂不死，灵性不死啊。你跟他结的冤仇，只要他念念不忘，麻烦就不得了，那何必给人结冤仇呢啊，这中国老人讲的吃亏是福啊，肯吃亏不跟人结怨仇啊，我的财物我的产业你要夺去，通通都给你，都让给你
好事情嘛，不结怨嘛。啊，一丝好怨恨的念头没有了，这就化解了。这是智慧的做法。啊，释迦佛当年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啊，释迦族跟琉璃王在表演。我们看释迦佛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我们要学，因为我们在这生动当中啊，也是冤冤相报的事情很多，过去生中造的，现在不知不觉所造的，啊，遇到境界现前了就让，欢欢喜喜的让，哎，我欢喜，对方也欢喜。啊，那时候我们不是吃了这么大的亏吗？没吃亏，他也没占便宜，我也没吃亏。我命里面有的，丢都丢不掉。啊，这边让掉了，哎，那一边就又来了嘛。啊，而且来的比我所让的还殊胜一些。越让越殊胜，越让越多，这不是假的呀。这就是佛法里面给我们讲的布施这个道理，越施越多。啊，施财得财，施法得聪明智慧，施无为得健康长寿。啊，只要你肯让，你决定不吃亏。啊，所以你想想，吃亏后头是什么？是福，那就没吃亏吗？那吃亏后头不是祸，是福啊！吃大亏他得大福，啊，吃小亏得小福，后头得的是福。你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告诉你一句话。肯吃亏的人有福了，你就相信吧。啊，你相信啊，那你就肯吃亏啊，你就肯让啊。啊，就佛菩萨很慈悲呀，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啊，那我们自己就如法炮制啊。啊，经上有这个榜样，我们遇到了我们就干，真学，真学它真的有效。啊，早些年有人怀疑，以后看到我们越让越殊胜，他就相信了，他就不再怀疑了。啊，不能有占便宜的心，占便宜的心，你所占得的是你命有的，但是你用的是非法不正当的手段，缺德的手段啊！用这种手段得到的话会有灾祸啊！不是生病啊，就是遇到一些灾难啊！这个东西跟着你啊，因此断恶修善是真理，天经地义，不能不相信，不能不依教奉行。啊，真正想在这一生生活在幸福圆满，那圣人的教诲决定不能够违背。啊，肯定圣贤比我们高明，我们的德行比不上他，我们的智慧比不上他，那就应该老老实实听话，跟他学习，啊，这就对了。
我们再看下面啊的底下的一句话，令一切有情悟佛之见，入佛之见，乃调中生也。这个境界很高，悟佛之见是菩萨了，觉悟了，入佛之见就成佛了。佛教导我们，目的在此地啊，希望把我们提升到菩萨的境界。你开悟了，你明白了啊，从这个境界再向上提升，你对于一切事物的处理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你做的方法呢，跟诸佛菩萨是一样的。下面再从个比喻让我们体会得了佛说法的意义。调和情绪，一发正音情古时候，中国古时候谈的情有五根弦，有七根弦的，必须每一根弦都能调整，音色才美。它太紧了，它会断掉；太松了，没有音声。一定要调得恰到好处，正音就出来了。用这个来比喻众生的心情，也要把它调和，要调到中道。不过分，也不能不到。他的音色就没了，所以令其中道。诸位经过佛教的建筑，寺院庵堂，你进庙门呢，第一个建筑物是天王殿。你看到四大天王，看到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在那里宣示慈悲，用布袋和尚的像让你一进门就看到。学佛的人，一天到晚要像弥勒菩萨那样笑眯眯的快乐无比无论在什么环境里头无论遇到是善人是恶人，他都欢喜都是以笑面迎人。他那是给我们上课你看东方持国天王，他手上拿的琵琶，那个琵琶就是弦乐器他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中道，就是调和。琵琶的弦松了就不响，太紧了就断掉了，一定要调到恰到好处，不过也不能不及啊，它代表中道啊。啊，你看它的名号叫护国。用什么来护国呢？用中道。啊，这个意思要懂得引申，把护国的范围缩小，缩小到一身，护自己的身，这护法了，护法先护自己啊，啊，自己的思想、言行要合乎中道，啊，中国古人讲中庸之道，啊，你看四书啊，朱熹编的四书，编得好。啊，变成中国读书人必读的一本书。啊，朱熹编的，头一部就是中庸。中庸是玄妙理呀。啊，大学，大学是讲方法了。啊，这个妙理呀，如何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方法。啊，大学是方法。啊，论语跟孟子是表演呐。所以我看这个四书编辑，这个理念呢，非常像华严经。啊，我那个时候常常想啊，朱夫子是不是从华严经上得到的灵感啊，编成这么一部好书啊，非常有可能，因为他跟佛法接触太多了，当时许多高僧大德都是朋友啊。华严经有理论有方法，后面五十三参是表演啊，四书就是这种理念构成的啊。中庸是理论，大学是方法，孔子表演出来啊，你看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了啊，中庸的道理啊，大学的方法他全做到了啊，孟子也做到了。孔子代表圣人，孟子代表贤人。啊，圣贤都能把这个理论方法落实啊。这个方法落实在自身，身心健康啊。不亦乐乎啊，那乐是快乐啊。那我们佛法讲法喜充满了 啊这他都受用啊，那叫真幸福美满了。个人落实了，肯定的家庭落实。家庭落实，家庭的美满。他一家落实，他居住的这个小村庄，这个地区一定受他的感化。哎，家家都这样做，这一个社区和谐，这个地区太平。所以他说的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产生这么大的效果啊！佛法的华严经那个境界大了啊，不止一个地球啊，它的影响是遍法界虚空界
啊，把佛在华严经看这个悟道的那些道理，啊，生活的方法，处众的方法，啊，跟大众相处啊。啊，完全落实了，这道理方法落实了。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做出来给我们看了。你看，他跟族群的落实，五十三参不同的族群，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为什么相处的那么好？所以四书我看是小华严经啊，啊，我常常看这个书就想到诸夫子是从华严经上得到的灵感，啊，编出这么一套东西出来，啊，真管用，啊，赵普当年在世，啊，赵普是赵匡胤的宰相。啊，赵匡胤是宋太祖。啊，宋朝开国的皇帝。他跟赵匡胤说，他以半部《论语》帮助赵匡胤平定了天下，啊，统一了中国，啊，半部《论语》啊。赵匡胤死了以后非常孝顺，他的母亲叫他这个皇帝位子不要传个儿子，传个弟弟，他很听话啊，他的弟弟就是宋太宗啊，跟太宗说，我再以半部论语帮助你治天下，很有道理。这两句话是名言的啊，是圣人的教诲，真舍智慧也啊，绝不是一般凡夫能够啊相比的。无论是修身、养性、治家、治国、和谐世界，都要从中道着眼。啊，能够用中，啊，不过之也不能不及。啊，做到恰到好处。这是佛法里面所讲的善巧方便啊，善巧方便就是恰到好处下面说净土法门是佛之见，持名念佛就是从容中道，这几句话讲得非常之好。
为什么呢？净土法门是阿弥陀佛建立的，阿弥陀佛不是为自己建立的，我们到后面呢会念到啊，这部经里面有极乐世界的历史啊，说明极乐世界是怎么来的。啊，阿弥陀佛建立的。建立的目的是帮助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六道众生太苦了，超越六道啊太难了啊，他以善巧方便啊建立这么一个新的世界。极乐世界真的是新兴世界，因为从建立到现在时间上讲只有十劫啊，十劫在无尽的时空当中啊，它是很短很短的啊，它是个新世界啊，目的帮助这些众生在六道里面没有办法把烦恼习气断掉，等于说他建造一个非常理想修学环境，戒引大家到那边去共修。阿弥陀佛亲自指导，那边就是他一个老师啊。啊，那个里面所有障碍我们诱惑我们的，在那个世界里头不但你看不到听都听不到，这环境好啊。我们自己虽然阿赖耶里头有不善的种子，在那个地方没有不善的缘，所以因没有缘不会起现行，它不起作用啊，所以说最理想的一个修学环境啊，他用了五戒的时间造成啊，怎么造成？现在我们明了，尤其得到这个近代的量子力学家了，给我们证实了。啊，确实是可以能造成的，啊，无界世界，它的愿力造成的。对，现在这个科学家不是告诉我们，物质是什么回事情？物质从哪来？物质是念头、意念累积、连续产生的幻象。啊，那我们看到。无量寿经上讲到极乐世界的历史啊，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啊，愿力，愿力不就是念力吗？啊，他参访了211个国度啊，211是表法的，那不是数字啊，就是遍法界虚空界所有诸佛刹土，他都去参观过，去长时短，所以他这个世界是一切诸佛世界美好的集大成，一切诸佛世界不善的他通通没有，好的他通通都有，都在那里头，这么个世界呀、啊！诸佛赞叹呐、啊。诸佛欢喜，没有一尊佛不劝他
啊，在他教区里面，这些有情众生啊，都教导他们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到那个地方成就快呀，一生就成佛了。在别的地方修行呢，很长很长的时间，到他那里很快。啊，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说，净土法门是佛之见，这句话讲得好。啊，持名念佛就是从容中道。啊，我们怎样修中道？放下万缘，一心念佛就是修中道。啊，到达极乐世界，那是一个中道的世界，是个中道的道场。这一段是解释啊，利苦得乐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啊，就是你要明理，你要守住中道。这是智慧，有智慧不能没有福报啊！福报是世俗人所需求的，佛菩萨也不反对。下面这两句就是教我们怎样修福。你看，诸功德是福田啊，这两句教我们修福啊。诸，除是积也啊，储蓄嘛，这是储积，你要积德了。啊，只是我们福田啊，什么是福田？这个地方也解释得很好。福田者，夫世间种道之田，称为道田，以之为喻。啊，这个比喻，为众生知福之所，那就叫福田。福是要种啊，这个种叫修啊。人要不知道种福，福从哪里来呢？我们净宗同学一定要懂得，决定不能迷信呐、啊！迷信是错误啊！你看许多无知的人啊，进入寺庙啊，去烧香，听说什么烧头一支香，啊，价钱很高啊。那是迷信啊！啊，烧香求什么呢？求佛菩萨保佑啊，赐福给他。佛菩萨是贪官污吏，为什么呢？你跟他谈条件嘛。你看菩萨，你保佑我发财，我今天赚100万，我拿10000块钱来供养你。你看看，很厉害啊，我赚100万。我拿10000块钱给你，
把佛菩萨全都当作贪官污吏，你怎么能求得福呢？你在那里造罪业啊，你起心动念就错了啊！怎么可以这样侮辱佛菩萨啊？以为佛菩萨跟你一样都贪财啊？佛菩萨要有那个本事要你干什么啊？他为什么不要一百万呢？要你的一万呢？他一百万了，一万都不给你，你哪有这么傻的佛菩萨啊？所以我们的心态全错了，全是迷信啊！我们供养佛菩萨，礼敬佛菩萨，表示我们对他的尊重啊，爱戴呀、啊。我们对他有没有求？不能有丝毫需求。为什么呢？那是假的。俗话说，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怎么能保佑你呀？真正能保佑你的是表法，你一看到佛菩萨形象就想到我应该学习什么，他懂这个道理啊。我见到阿弥陀佛的像，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名有意义吗？你反观他的意，你就得利益了啊。阿弥陀佛的意思无量觉哦，我拜阿弥陀佛，我尊敬阿弥陀佛，我要学阿弥陀佛的无量觉，样样我都能觉而不迷，阿弥陀佛给我的好处就得到了。我不听他的名，不看他的相，把这个事情忘掉了。所以他的提醒我是这么个意思啊。拜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表的是大慈大悲啊，见到观音菩萨，听到观音菩萨名号，我就知道我要用大慈大悲待人接物，这就是菩萨保佑我，不是保佑升官发财的啊。可是我以大慈悲心处事待人接物，他能不发财吗？他能不升官吗？肯定的嘛。你人有善心吗？你积德了吗？积功累德吗？啊，你会得这个果报吗？是这么个道理啊。千万不要搞迷信，搞迷信不但没有福，你在那里造罪业啊。你们建的富丽堂皇的宫殿啊，这些寺庙啊，把这个佛菩萨像塑成金身供养在那里面，你都不知道释迦牟尼佛在世一生是树下一宿，日中一时，没有上头没有房屋啊。他过的是什么生活？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啊。他的生活非常简单的、啊，有个小茅棚他就足够了。啊，佛的心是为一切众生呢，调众生宣妙理来的，干这个的。啊，我们真正把他老人家所讲的听明白了，听懂了，依教奉行，这叫真供养。啊，所以经典里面不晓得讲了多少遍呢。大千世界七宝供养都比不上啊四句偈为人演说啊。佛经里面的四句偈言，我做到了，表演给别人看，我讲给别人听，那个功德超过
大千世界七宝的供养。啊，这个话不晓得讲多少遍了。我们都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啊，还塑造金身，哦，造这个大寺庙，以为有福，以为自己有功德，错了。啊，当年梁武帝为佛法建了480座的寺庙。啊，供养10几万出家人，见到大摩祖师，他在炫耀他的功德。啊，跟大摩祖师说：“你看我做的这个事情，功德大不大？”大摩祖师说了一句老实话，跟他讲，并无功德。这一下把他气坏了。啊，所以话不投机半句多啊，就读送客，以后再不见面。大摩祖师讲的真话，不是假话，他没听懂。他那个修法是人天福报，与功德不相干的。功德是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啊，那个修福只是来生后世人间福报而已。啊，这个不能不懂。所以佛为我们示现，为我们表演。啊，怎样出积功德？啊，现是示现，做出样子来，接受四众同修的供养。啊，这个物质的供养，这叫示啊。啊，他的果报生世间的福善，如天生故啊，故曰福田呐。啊，所以三宝是福田。啊，我们用财物供佛、供法、供僧。啊，可是你得要晓得，那真的福慈行啊！现在佛法僧都有假的，都有冒充的，你必须认识清楚。你要是供养假的，假的什么？假的它破坏佛法啊，至少它把佛法的形象破坏了啊。破坏佛教形象，你还去供养他，你造罪业啊，那不是修福啊，那是在修恶报啊，这个很可怕啊！真正的三宝。佛陀在世纯真无妄啊，佛的正法、佛的相法还都像个样子，现在是佛的末法了。末法多久了？末法已经有1000年了，10000年的末法了，在后头还有9000年啊。照中国古大德的说法，今年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1037年啊，三千呢，
3037年，啊，也就是末法已经是1037年。啊，末法时期，法就渐渐衰了。啊，我学佛，张安嘉大师劝我出家，嘱咐我学释迦牟尼佛。啊，第一本叫我读的书是《释迦谱》《释迦方志》。啊，老人家说，你要学佛，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你就不会把路子走错。啊，读了这个书之后才晓得，啊，释迦牟尼佛这一生的行迹，啊，出身王族，啊，父亲是国王，啊，19岁，舍弃王位，舍弃皇家富贵富贵的那种生活，啊，他出去学道，啊，去参学，学了12年，30岁开悟，开悟之后一直就是教学，啊，讲经教学，79岁过世。讲经教学49年，啊，他的世寿79岁走的，走的那年79岁，啊，所以经上常讲啊，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的，释迦牟尼佛一生为我们实现的是这个样子，一生没有见道场。常年住在树下，叫树下一宿，一生过的是游牧的生活，居无定所，今天在这里，明天到别的地方去了，啊，过的是游化的生活，没有定居。啊，这就是说彻底放下了。啊，他什么都不需要啊。啊，只有一个目的，希望众生都觉悟，希望众生都离苦，希望众生都得乐。啊，他一生就是这么一个目标，这么一个愿望。除这个之外，一无所求啊。啊，方东梅老教授告诉我，我跟他学哲学，他说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才把我过去对于宗教错误的观念修正过来了。啊，接触到佛法。啊，老师又告诉我，今天佛经哲学不在寺庙。我说在哪里？在经典。你要学佛，要从经典当中学。在过去，寺庙确实代表了佛法。寺庙里面这些出家人，个个都是有德行、有学问。
啊，真的是了不起的人。对，现在他们不学了，啊，不再学习经典了。我们要学佛，要从经典当中学。这个指示非常重要啊！如果他不把这些话说在先，我要到寺庙一看，一看不对，他对老师就怀疑了。啊，所以这个指示啊，非常的明确。啊，就今天我们要种福田。啊，真正知道佛天在哪里。我们看到世间有很多贫病这些众生。啊，他们迷而不觉。我们要去帮助他了，那是种佛天。救苦救难。啊，物质上送一些供养是积点福德，但是最重要的不要忘记，要帮助他觉悟啊！啊，我们给一点物质给他，他很欢喜，很感谢，很感谢。他就会很用心坐下来听你讲几句话。啊，你要告诉他，至少要告诉他，我们为什么这么苦？苦是造作不善业所干的。我们如何能够脱离贫苦？那我们就要真正的修积福德。啊，比如说我们没有钱。穷苦的人，我那个时候也是这种视线呢。我年轻的时候是很贫穷啊，自己生活非常艰难啊。张家大师看到我这个样子，过去生中没修福啊，那这一生那你就该受苦啊。啊，教我修财布施。啊，我跟老师讲，我生活得很困难，我哪里有钱布施？啊，他问我，一毛钱有没有？一毛钱可以，还行。啊，一块钱可不可以？一块钱还勉强，还行。你要有布施的心。就从一毛一块开始布施，你要真干啊！我很听话了啊！因为老师的年龄是我祖父辈啊，对于我们这个小辈的时候非常爱护啊，我们很感恩的听话啊，就从一毛两毛开始布施。一毛两毛怎么施法呢？那时候是逛庙了，以前不上寺庙，啊，上寺庙干什么？找经书看，啊，因为经书市面上买不到，啊，只有寺庙里头有，到寺庙去找经书看。那么寺庙里头有些印经，拿了个单子，大家凑钱，不拘多少，一毛两毛也可以。啊，那我们就出一点。啊，还有放生，这寺庙里常常做的，有救济啊，大家捐一点钱呢，我们随喜啊，一毛两毛一块，就那么一点点。常常做啊，常常遇到，常常真有心去干。啊，做到三四年呢，真有效，这收入多了。啊，多了就多做嘛。啊，这佛家佛法讲的，越施越多。
越多越要失，不能够积，积财伤道啊！所以财叫通货，像流水一样，它流通啊，那边出去了，这边就进来了；那边不通了，这边也不进来了。啊，所以古人称它做通货。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有多少就是多少。啊，越失越多。啊，真的，孔夫子所说，其实随心所欲不逾矩啊！啊，孔夫子到这个境界，我在70岁也差不多。啊，70岁的时候，几乎心想事成。啊，想做什么事情都成功，需要多少钱不晓得从哪里来的，他就来了，就把事情办成了。啊，也不会多，也不会少。啊，心想事成。你说这多自在呀！啊，佛教的真理不但是有道理，是真理。啊，你只要去做，决定有效果。啊，真的是有求必应。啊，这是从前张家老师教给我的，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当你有求而没有感应，不是不应，你自己有业障。你能把业障消除，感应就现前。这是老师教的。啊，怎样把业障消除呢？老师叫忏悔。忏悔不是在佛菩萨面前悔过。啊，不是的，他说那是形式，要真的悔过。形式不重要，实质重要。啊，实质是什么呢？实质是不二故，就是后不再造啊。啊，知道自己错了，以后再不会有同样的错误，这叫真忏悔，这个管用。那能帮助你有求必应。啊，如果形式上的忏悔，啊，痛哭流涕去忏悔，明天还照干，那是假的，那个没用处。啊，那个不会有感应的。啊，所以我们晓得，这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真正忏悔是后不再造。啊，过失只有一次，不能有重复。啊，才能成就自己的德行呢。啊，才能够恢复到自己的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是我们的真心。啊，果德呢，那是智慧，无量寿庄严，都在这个经的经体上。下面真解曰：佛田者，供养如来。所事虽少，祸福宏多。如来自信清净平等觉，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供养三宝，他此地不用三宝，讲如来。如来是信德了。啊，所施虽然少，祸福很大。你得大福报啊。
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看的一个小故事啊，是一个年轻的小女孩，出生在农村，家庭非常清苦啊。有一天走到这个寺庙，身上只有两文钱，从前铜钱两文钱，他是真诚心恭敬心，把这两分钱供养三宝。寺庙里面的住持和尚看他很虔诚啊，给他回向祈福啊，这个小女孩走了啊，以后被选到后宫啊，做了皇帝的妃子，叫皇妃了啊，这过了很多年了。哎，想起早年时候到这个寺庙供养两文钱，啊，这一次报佛恩呢，啊，他有这么大的福报，啊，做了皇妃，带了千两黄金到寺庙去供养三宝，供养完毕。老和尚还在，老和尚吩咐一个徒弟给他做回向啊，这个皇妃心里就很不高兴，十几年前我在这里供养两个铜钱，老和尚亲自来给我回向，现在我带了这么多的啊金银财宝来供养，你怎么只派个徒弟来敷衍敷衍我啊？所以就质问老和尚，老和尚告诉他，过去小时候你那两文钱真诚的心，所以你才能有今天这个地位啊！你做了皇妃也，可是你今天带来这么多供养，那个福报比不上上一次，你这个福报很小啊！你看呢，傲慢的心啊，没有一点谦虚谦德，把他意思他不错，很能接受啊，这才真正忏悔谢罪啊。所以布施东西那个是得福报多少啊，不在供施物品多少，在你的真诚恭敬啊，那个时候是真诚恭敬，心里一无所求啊，啊，得那么大的福报啊，所以供养三宝，我们要知道啊。那么在今天啊，我们怎样供养如来？现在供养如来，如果说是你盖寺院，你盖1000座寺院，不如培养一个讲经法师，人能弘道啊，非道弘人呐、啊。看到年轻的啊，这些初出家的法师真正有道心，你要发心来照顾他，他将来成就了，你的福报大了，那不可思议啊。啊，我这一生感激韩馆长，他护持我30年，没有他30年的照顾，就没有我今天这个成就啊，没有他30年照顾，大概我就还俗了，
因为那个时候逼着我走两条路，不是还俗，就是去赶金蝉。啊，寺庙里头不要讲经的法师，啊，我们连找个住的地方都找不到，啊，不给你挂单呢。啊，如果我们要抛弃讲经，啊，做金蝉佛寺，每一个道场都欢迎。啊，今天是在这个时代，啊，所以我们晓得，啊，要是真正有一个小地方，不要太大，小茅棚都可以，越简单越好，能养道心呐。啊，物质生活过好了，道心就没有了。佛教给我们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吃戒，不能吃苦，他怎么会有成就？啊，真正肯吃苦，能持戒，啊，能够依教奉行，是在讲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啊，他是参学了12年，啊，广学多闻，是给我们现代所谓知识分子做个榜样。啊，真正深入经藏，只要一部经呢，一经通啊，一切经通啊，啊，一部经，你要是锲而不舍，再上下10年功夫，你就成就了。你说这一部无量寿经，你要是把它读10年，讲10年，10年之后，你就是活的无量寿佛到世间来了，这个功德多大？比建100所寺院、1000所寺院功德多大？佛教继承下去了吗？啊，有庙无道啊，不能行教啊！啊，所以今天有道场，我都奉劝大家，啊，年轻的。啊，真正看有善根听话的啊，要劝他教学啊，学习基础很简单，先把儒释道的三个根一年完成，把根扎好，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一定要做到啊！这是以戒为师啊！你这个做不到，没用处，假的。纵然有学问，没有德行，你不能为人师啊！啊，这三个根夹扎下去了，一部经啊，现在很方便。你要想听经，我们录的有光碟。你拿到这一套光碟，反复的听，不要改变，10年就听这一部经。啊，我们现在一堂课2个小时，啊，你一天呢就听这一堂课，听5遍，就10个小时。啊，你拿到这个光碟，这个光碟是2个小时。啊，一遍听完了，再听第二遍，再听第三遍，听5遍就10天10个小时，其余的时间念佛。啊，1天10个小时，你听上10年，通了。啊，我们一般讲的时候，听上3、4年，你就得念佛三昧了。啊，6、7年你可能就开悟了。
啊，到时候你这一部经通了，一切经没有学过的经，你一展开你就都懂了。一经通，一切经通，十年的时间就成就了。这十年很苦啊，你要真正能吃苦，十年苦不能吃，那就完了。啊，心无二用。啊，一心一意专攻一部经，个个都有成就。啊，谁是人才啊？谁都是人才，只要肯扎三个根，只要肯用十年的功夫，在无量寿经上一门深入。啊，我这一次也是看到灾难很多，啊，佛法衰微，宗教的没落，啊，把华严经暂停一年，啊，把这一部经细细的讲一遍，提供给真正想学的人做参考，啊，真正想学不必跟我。跟我身边没用处啊，啊，你拿到这套光碟有用处，啊，你我教给你这个方法，你真肯干，十年出人头地。中国古人有所谓呀，十载寒窗啊，一举成名，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啊，十年能够成就几个？真正讲经的法师，如理如法的，那个功德不晓得有多大啊！跟供养阿弥陀佛、供养释迦牟尼佛功德没有两样啊！啊，这不能不知道啊！啊，人才第一，没有人才，什么都是假的啊！这个要知道。真正供养人才，用钱非常有限。为什么？他吃苦啊，他不需要很多物质的供养啊，啊，只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啊，他就能成就。啊，自己好好学，我相信学三年，他就能讲。啊，能讲的时候对内，啊，不要对外，韬光隐晦，啊，不要求出名，一出名麻烦了，你就完了，啊，肯定就走下坡了，就堕落了，啊，十年之后再对外。啊，十年之内不准对外。啊，家里面这个同参道友，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都行。这叫真正培养人才。啊，我们讲到供养如来所施虽少啊，祸福宏多。底下这个比喻，又如良田所种虽少啊，收施甚多。啊，真的是这个意思。啊，你能得到很大的福报。啊，这样的人发这个心，他是来续佛慧命的。他是真正帮助正法救助啊！啊，菩萨本身经有这两句话说，所以佛为佛田，除无上功德故。由此可知，不信佛的人，他怎么修福？啊，方东美先生讲的一句话，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啊，你不学佛，你怎么能够得到最高享受？啊，这些话我们都要常常记住啊。以上注释，上面所这些解释，介于斤斤相惜啊，给我们现在这部经上所说的相应呢。又居舍论有四福田啊，居舍论当中讲的四种福田，第一个是趣田，出生不伤害畜生呢，爱护畜生呢，这都是种福啊！啊，这是卧道啊。第二种苦田，贫穷困苦之人啊，要发心呢，照顾他们。第三是恩田，恩田是父母啊，要孝养父母。第四个是德田，德田是老师啊，三乘之贤圣啊，小乘阿罗汉，辟支佛菩萨啊，这些人在这个世间都是教化众生的，都是老师的身份呢。啊，所以这是广义的福田。弟子规里面讲，凡是人皆须爱啊。啊，爱人是福啊，害人是罪啊，决定不能害人啊。不但不能害人，不能害无，你看你虐待这些畜生是罪，现在人造的罪太重太重，所以世界才会有这么多灾难。你看看怎么对待畜生畜生能不报复你吗？从前我们农家养的这个家畜，你比如养这只鸡啊，照顾他，很爱护他，到什么时候就杀了？至少半年到十个月，他真长大了。啊，现在一只鸡，我们到养鸡场里面去看，那个鸡出生下来就在笼子里头，一生它都没有落在地上跑一跑，一生等于做监牢鱼啊，它什么心情？一点自由都没有啊！天天喂他，啊，用个灯照着他，他不能睡觉，让他长胖，啊，多少时间就长胖，拿去卖去了，两个星期，啊，两个星期就长胖了。他吃的什么呢？化学饲料，啊，叫他发胖，啊，这种肉能吃吗？啊，你吃了之后你就得病。这是对于这个动物太不人道了啊！养一只猪两个月啊，就拿去卖去了。从前农家养猪是一年呢，养猪到腊月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才杀了啊。现在你看看，一个头猪两个月啊，一只鸡一只鸭的时候两个星期，虐待动物啊！你怎么对得起他啊？所以他的情绪不好啊，他的贪嗔痴很重，那就是他有毒，他肉里都有毒，你吃了之后就带一些奇奇怪怪的病啊，他给你的报复啊，啊，你不能不知道啊。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了此地。